嚟到 Venus Club 啦，喺我身边咁多位靓女咧，个个都系好出色嘅女拳手喎。而坐跟我隔篱呢位咧就 Venus 师傅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。咁我想问翻你啲问题啦，点解你咁中意打拳咧？初时点样接触呢一个运动噶？我啱啱接触其实都系自己对武术有兴趣啦，最后就拣咗泰拳去学咯。你玩咗几耐咧？呢个活动？12年啦。12年喎。哇，咁其實有啲乜嘢可以咁吸引到你堅持到12年呢？其實我自己就中意對打嗰陣有一種神秘感啦，唔知道對手下一下會出啲乜嘢。哇，原來中意神秘感。咦，咁其他你叫咩名啊？我叫阿欣。阿欣，你呢？我叫阿玲。阿玲 ，hello。我叫游魚。咁我都想知道喎，你哋其實點樣去接觸呢一個運動咧？玩咗幾多年啊都？開頭係減肥，玩咗4年幾，系開頭都係因為減肥，玩咗差唔多6年，哇，都係減肥。咦，大家都係中意靚嘅女仔嚟噶，其實我都係咪應該要減下咧？好啊，咁同埋想問翻啦，其實打拳啊，男人打拳啊聽得多，女仔又比較少喎。咁其實女仔有冇啲咩輸蝕，或者係比較冇咁大優勢嘅地方咧？其實如果你話，比男仔輸蝕的就是力量咯，因為始終男仔的肌肉質量會多啲啦，女仔會少啲嘅，咁就要注重翻喺器械上面增加我哋的肌肉咯。咁其實見到呢度咁多獎狀咧，其實都是他哋周圍去嚟自世界各地打拳打翻嚟嘅喎，係咪好勁咧？陣間可唔可以教我幾招啊？可以。好，事不宜遲啦。